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30页，230页。我们从第六行第二句看起，经中受乐无极品云，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，欲旦成七宝，恒然成万物。这一段经文在《无量寿经》第32品，受乐无极品。虽然是后面经文，我们经讲的详细，所以时间很长，差不多要半年之后才能讲到。大经学习的变数越多越好，才能够深入啊，多讲多学多听，对我们有好处的。群经的宗旨核心都是劝我们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有阿弥陀佛。我们把它认识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发心求生净土，决定成就啊，这是全经的最重要的宗旨。附带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极乐世界因因果果都纯净纯善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最关键的核心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用的菩提心，菩提心是真心，所以这个世界美好啊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如果都用真心，这个世界不亚于极乐世界啊。佛在理讲得很透彻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一切法不离自性，道理就是在此地啊。自性是一切诸法的本体，
能生能现。啊，他凭什么能生能现？凭缘。我们就明白了，极乐世界的缘纯净纯善，所以那个世界那么美好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缘很复杂。世尊在经上说，这个世界叫五浊恶世。浊是染污，现在人是染污，五大类的染污啊，造成今天这个现象。五大类里面最重要的第一类就是见，见住。见是什么？我们对于一切法的看法、想法错误了，这叫见着。啊，见着是因，烦恼着就是果报。啊，染污不会生智慧，会生烦恼。啊，烦恼是什么呢？是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。啊，是五种啊，贪嗔痴慢也。这烦恼住。啊，如果这两个，我们用见思烦恼来解释，就很容易。啊，见着就是见惑。烦恼浊就是四惑，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四惑是贪嗔痴慢疑。那么我们想想，现在这个世界，哪一个人没有见惑，没有烦恼浊呢？不但有啊，是圆满具足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五浊这是核心的，其他三种是现象啊。啊，于是众生浊了，这个世界一切众生被染污了，命浊了。啊，命浊就是命不好。啊，寿命短促，受报很辛苦，多灾多难的命主的命不好啊！总结到最后，结束就是时代不好。时代没有什么好不好的，时代是人好不好，事好不好，人好事好，时代就好。啊，人不好，事不好呢，这时代就不好。啊，这我们是乱世啊！啊，社会混乱，地球灾变很多。灾变从哪里来的？这佛经上说得好，不是自然灾害。啊，佛经里头赞叹自然，你看这个地方。这段经讲了八个自然，前头两个没，他从第六个讲起，这六个。啊，自然是最美好的，自然是最健康的，啊，自然是信的，随顺自然就好了。啊，什么是自然？佛教没传到中国来。我们老祖宗知道啊，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。我们细心观察我们的老祖宗，
智慧呀，不亚于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所见、所说非常接近。啊，老祖宗告诉我们，这宇宙之间，一切人死物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告诉我们，这个关系就是无论。啊，佛大乘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佛那个时候没到中国来。啊，所见所摄居然完全相同。啊，大乘佛法建立在三佛的基础上。啊，三福第一条，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这个四句是佛法的根。无论大乘小乘，宗门教下，贤教密教，都要从这个根修起。人要不孝父母，不知道尊敬尊长，他什么都学不会，所以得失，这个是万德的根基。你看，佛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么这些年来，我们在世界上走了许多地方，所接触的全是佛门弟子，啊，而且都是修学净宗的，啊，找我去讲经，啊，有这个缘分，周游列国，啊，看到了出家人，没有认真学戒律，在家同修呢，十善业道没做到，那么这是佛法了。我们有信，有解，没有信，没有证。啊，这种佛法了，这属于知识。对于了生死出三界，对于自己身心健康没有帮助啊！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我们倡导扎根教育啊，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儒的根《弟子规》。道的根感应篇，佛的根十善业，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三福里头第一福，孝亲尊师怎么做？弟子规上说的就是的，这就落实在弟子规，慈心不杀，因果教育落实在感应篇，末后一句佛教我们修持善业啊，所以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呢，从第一句来的。不扎这三个根，
我们的修学学了一辈子没根，没根就不能成就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啊，往年李老师教我们这批学生常说，啊，他老人家在台中建立莲社，啊，台中莲社，他创办的，提倡念佛法门，啊，告诉我们，一万个念佛法门，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而已，算是不错了，有三五个。唐朝善导大师说，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学，为什么现在一万人只有三五个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出在根没有了。啊，古人有根，不要说太远，比我早一代的，都受了扎根教育。啊，我这一代看到了，知道了，没扎。啊，什么时候看到呢？七八岁之前，我们住在乡下看到的。啊，我们太小了，没学，所以我们看到了，没有认真学习。啊，那我父辈的这些人呢，他们是学过的。啊，读书人，没有一个没有四书的基础。中国古代四书就是家庭子弟学校，每一家都有，而且非常认真教学。啊，国家虽然办学，那办的是现在所谓的党校，啊，没有其他学校。啊，国家这个学校学生从哪来考选的？就是你四书里的学的差不多了，你参加考试。啊，考取之后送你入学去进修，毕业之后分发在各国单位啊去服务。所以县有县学，省也有，啊，中央有国子监，叫太学，啊，这都是国家设立的，啊，他有学位，啊，国家设立的这个学校，国子监是进士，啊，像现在的博士学位最高的。啊，神是巨人，啊，县是秀才，所以这都是从前的学位。啊，这是资历了，学历。所以他有根呐。他们无论学儒、学道、学佛，真正用功啊，几乎都有成就。啊，我们展开历史，看这些历史上的人物，个个都有根呐，就有根基啊，有成就啊。我们今天学了一辈子，没有成就可言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在想了多少年，才恍然大悟，我们没根呐。啊，没有根，怎么办？补习呀，叫卧补啊。啊，我们得把根补出来，
花个两三年时间认真的学习啊，学弟子规，学感应篇，学十善业，把它当作主要功课来学习。有这个基础之后了，无论学儒、学道、学佛，都会有成就。啊，真正用功，确实，这不是成有了效果。啊，几年呢，就有可观成就。不肯在这上扎根的，没有重视这个根本的，他一生不能成就。啊，仅仅在学术上，他能够讲得天花乱坠，他也可以著作登山，自己没有受用到。这是今天的情况啊。啊，今天普遍价值观变质了。学校教学的目的方向跟从前不一样。啊，古人都说志在圣贤，啊，进退是缘分，有这个缘分，就尽责兼善天下，为社会、为天下众生来服务，做好事。没有这个缘分，退则独善其身。啊，他给一般人做一个好榜样，啊，做人的样子，做家的样子，这是他可以做到的。啊，其实人做好，家整齐了，对社会、对大家都做出了贡献。这个贡献也有深远的影响，甚至于影响到后代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读历史，历史里头有一篇叫《影夷传》，我对这一篇很疑惑。这些人有道德、有学问，一生隐居，不出来服务，不做官。啊，自己根基某天生活能维持，啊，游山玩水，啊，参学访道，这生活很自在呀。他对社会没有贡什么贡献呢？为什么历史写历史的要为他立传？啊，诸葛亮要没有遇到刘备，他就是隐士。啊，刘备三顾茅庐，那是他的缘分，
不能不出来。啊，多少年呢，终于搞明白了，这些人有本事，有道德，有学问，能做一番大事，他为什么不来闯天下？啊，没有缘，甘愿一生。啊，过自己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，这是什么？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。啊，社会需要的是安定，不要动乱。老百姓需要太平。啊，不希望在乱世。所以，这些人安分守己，这个贡献就太大了。啊，我们年轻没想到啊！啊，应该立誓给他立传了。他不是普通人呐。啊，但是他能够甘心、情愿做一个普通人，这就不容易。啊，他的思想纯正。啊，他一生的事业是教几个学生，把他的学问、智慧、理念传下去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这是真正的大人物啊，在佛教里面，这是佛菩萨了，好懂啊，不学佛的人不太好懂啊。啊，他懂得自然，他知道欣赏自然。过大自然的生活，啊，一旦开大明彻，这一句话就是说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，佛法里头有所说的。彻悟，悟的什么呢？悟的就是此地讲的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。他悟的是这个。整个宇宙的形成是自然的啊！宇宙从哪里来的？自心变现的这个跟哲学、科学讲的不一样。但是，近代30年，量子力学家发现。啊，他们发现这个事实，跟大乘佛法所说的是一样的。大乘经是佛在3000年讲的，他们今天来印证，证明佛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宇宙不是进化论。啊，把进化论彻底推翻了。代列于现代这个最先进的仪器，啊，观察到物质现象，
把物质现象的秘密揭穿了。啊，物质怎么来的？普朗克的报告就说得很清楚。啊，这是上一个世纪的人。70年代他发表他自己研究观察的结论，就是根据他的观察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跟般若经上所说的相同啊。佛在般若经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被他证明了。啊，他也很用心呐，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说的同一个原理，就是把物质分析，不断的分，啊，一直分下去。分到最后，看看它究竟是什么。啊，80年前，科学家发现原子，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里最小的。啊，这80年来，科技突飞猛进呢，日新月异。啊，把原子击破了，看到里头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。啊，再把这个东西击破，看看里头还有什么，发现粒子。啊，粒子有60-70种，粒子还能打破。发现夸克，啊，也有几十种不知之多，一个一个把它击破，啊，发现微中子，这是最小的了，啊，这才是基本的物质，啊，微中子多大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等于一个电子，啊，原子核里的一个电子。所以，微中子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/亿分之一这么小的，啊，他们还是把它打破。打破之后，物质现象没有了。啊，发现是什么呢？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啊，这才恍然大悟。物质从哪来？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里面所产生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物质的基础原来是念头。啊，这个天佛经上早就说明了，相由心生，相就是物质，心是念头，物质是念头变现的。3000年前佛就说了，啊，色由心生，色也就是相，佛家常常用色代表物质。用念代表精神，啊，所以物质现象从哪来？念头来的。所以外面一切物质现象是从念头变化的。啊，前年
外国有一些科学家在悉尼开一次会，啊，他们也邀请我了，我没去参加，我派了八个人，我们澳洲金钟学院啊，参加他们这种听听他的报告。两天会议，第一天他们报告最近量子力学所观察的一些成果，我们听了很欢喜啊，跟佛经越来越接近。第二天的报告一整天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，讨论这个问题，现在马上快到了啊，还有21天。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给大家做报告的时候，这是量子力学家提到一心空无，是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，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把念头改正啊，灾难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行为所感得的，如果大家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，这人类更幸福。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跟释迦牟尼佛讲的完全相同啊。那现在问题，我们肯不肯改呢？肯不肯把一切不善放弃啊，贪嗔痴慢疑能不能放弃，自私自利能不能放弃，如果放弃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物质现象是随着念头转。于是我们就想到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。极乐世界人没有恶念，没有自私的念头啊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没这个念头，没有怨恨恼怒，这情绪没有不好的情绪，没有杀盗淫妄，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还不行，还得天天讲学，天天来教导啊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，天天上课啊，教学为先的 啊人这么好，心这么好，行为这么好，还得天天教，一时一刻都不放松我们这个世界，如果像阿弥陀佛一样有这么一个人天天来教我们，我们自己的心善行善，我们的世界不会比极乐世界差了，一个道理啊。极乐世界是纯净纯善的心行变现出来的，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也能纯净纯善，当然可以变一个极乐世界啊，一个道理嘛。那么这些自然的啊，所以中国老祖宗提倡的五伦是道，是自然，
五伦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提倡的。啊，夫妇有别不是人发明的，父子有亲也不是人提倡的。啊，长幼有序，君臣有义，朋友有信，都是自然的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这都不需要教的。啊，小孩一出生，基本上通通具足。那为什么长大了变呢？长大没人教，变坏了，学坏了。啊，所以环境太重要。中国古人重视胎教，母亲从怀孕那天开始就要端正心念，啊，为什么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会影响胎儿，所以让胎儿完全禀受正气啊！所以母亲在这个十个月里头没有邪念，没有妄念，没有恶念，没有杂念啊！心里面起心动念都是孝悌忠信啊，都是仁义礼智，他懂这个念头。啊，小孩出生，好教啊，好养啊，一直要看到三岁，就一千天要扎根教育。啊，母亲时时刻刻要关怀他，要看到他。啊，不容许他看到不善，一切负面的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接触。中国古老的谚语有所谓，三岁看八十，这样三岁培扎的根，80岁他都不会改变，根深蒂固。啊，无论他学儒、学道、学佛都有成就。学儒是圣人，学道是仙人，学佛成佛菩萨。每个人都有机会呀！啊，关键在做父母的懂不懂教啊。啊，所以古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以家为核心，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中国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，啊，普通一个人家上下大概都有300人，所以小孩从小教他不能有私心，一有私心家就破了，叫家破人亡。啊，家要团结，起心动念不为自己想，为我整个家想。啊，我生下来干什么？是为我家来增光的。我要做个好人，荣宗耀祖，光大门楣。啊，所以这一个动机，这一个念头，他就不会做坏事。他做坏事，对不起我家父母，对不起祖宗。这个约束的力量呢，力量多大？啊，所以中国立国5000年不衰，靠什么？靠家了。啊，家靠修身。每个人懂得修身。
啊，修身念头要正啊，正心诚意啊，他有一套的理论的方法啊，能治家就有本事治国，国就是家的扩大而已嘛。啊，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说：“子不教，人心坏了。”他肯定学坏了嘛，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我们今天的现象原因就是子不教，家不齐，家没有了。家不说起不起了，家二次大战之后中国家就没有了，二战时候还有，二战之后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中国那个家我看见过。啊，我们自己的家，大概我出生的时候就败了，记不得了，败了。啊，我住在姑妈家里，我们这一家人依靠她，我父亲的姐姐，啊，他们的家是个大家族，十个兄弟未分家，那个时候上上下下将近200人，胜利之后没有了，真叫家破人亡。真可惜 啊，现在我们读齐家治国，这个家呢应该看作现在所谓的社团啊，像企业一个公司，员工有几百人，那就是一个家啊，能够把古时候这种家道、家规、家学啊、家业这个精神灌输进去，我想中国至少还有1000年的好运。这种理念、经验、方法，外国找不到啊，只有中国有啊。啊，团体就是家庭，啊，要把家庭的精神、家庭的文化树立起来啊，中国还会有1000年太平盛世啊，这个事情要国家提倡才行啊，不是用国家的权威力量做不到。啊，我们在今天也非常难得啊，我觉得祖宗之德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小国家啊，这一个小国家大概只有江苏省那么大，面积是2个台湾不大，人口只有2100万啊，是个佛教国家，释迦牟尼佛曾经3次到过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讲经，留下不少的神迹啊，我们到那边去看，走到乡村，走到荒野，你看到那些人，那叫真正佛教徒。为什么？他把佛的文化落实了。
全民学佛。国家有两个电台播放讲经的节目，每一个星期天，在校的学生，就是现在正在念书的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星期天一定要到寺院，附近的寺院，到寺院接受佛陀教育。那一些法师，我看个个都会讲，能言善道，真难得了。我听说这些法师有很多到国外参学，但是参学之后都会回到自己家乡，他自己出家那个地方，他要为那人服务，不容易。总统学府做早晚课，他做早晚课的地方是在他院子，院子里有个很高大的菩提树，菩提树里面供养的有佛，他在那个树下做早晚课。我给他谈到现在人造的罪业，杀生。谈到什么？谈到堕胎。堕胎不是杀别人了，杀自己儿女儿。一天全世界杀多少？超过15万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医院有记载的，没有记载就不晓得了。15万以上啊，每天呢，一年5000多万呢，这还得了吗？那总统告诉我，斯里兰卡没有，斯里兰卡怀孕的妇女，政府鼓励她安全生下来，她不养，政府来养，这不得了啊！别叫杀人呢，他救人了。政府把他当做孤儿来养，接受最好的教育。这小孩真有福啊！这是一个德政。第二个，他们真重视教育。小孩上学，从小就上学了。穿衣服、吃饭、教育，全是国家负担。我问总统，你们国家的这些费用开销，是不是教育第一大？没错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全是公费，国家养。现在社会还有这种地方，我们以前打妄想啊，这理想妄想啊，没想到人家已经做到了，真不可思议，你能不佩服？我们跟总统见面，伊斯兰教全是佛教徒。佛教徒都大赤脚的，不但没有穿鞋子，袜子都没有的。他家里跟寺庙一样，家里面很干净的，脱鞋子进去。总统看大赤脚的，就是说跟我们在一起聊天。寺庙里面一定要脱鞋子、脱袜子进去。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
啊，大街小巷没有落俗，整整齐齐。啊，小巷子我们去走走看看，怎么样？也很干净，没有看到有人丢了俗。真正难得了。对佛法尊重啊，我们也没有想到接受他邀请访问，接待我们的礼节居然是最高的等级。啊，一般国家领袖去访问，这最高礼节接待，因为他不是佛教徒，我们是佛教徒，所以礼节又加一等。啊，文武官员，这些部长、省长、地方县市长，见到出家人都跪拜。但别的地方看不到。啊，这次跟我一道去的，有25个国家大使，驻联合国的大使，他们也参加了，大家都看到了，都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这一次访问没有白来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让我们佛门弟子增长了信心。啊，这就是佛国土。啊，全国推动佛陀教育。啊，全国信仰佛教的人，好像78%。啊，还有少数的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，都能和睦相处，啊，平等对待。我给总统建议，应该办一个全球的宗教大学。佛教大学啊，他非常欢喜，这他一定会做。啊，心量大，能包容啊。啊，内战30多年，3年前结束。把对方的领导人请他做那个地区的省长，会用人呐！没有疑虑，他就敢相信了。啊，那么另外一个很难得的，就是全国环保意识普遍。啊，农耕没有化肥，没有农药，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，你吃的是完全是自然人工耕种的，最健康的食物。完全看到大自然的之美，你在那里看到啊，它有石窟啊，像我们敦煌、云冈这石窟，里面刻的佛像，2200多年刻的，一直保留在现在。
一丝毫没破坏，完完整整，这太难得了啊！我们中国是有被破坏了，啊，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看。所以，掀开之后啊，完全明白了啊，透彻了。这是这中国人讲的彻悟，大彻大悟啊，自然中自然相。啊，自然相就是本性自然的实相，真实相啊。大自然里面的一切啊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《华严经》上的摄玄，摄玄是自然相啊，在哪里？就在现前，就在日用平常之中啊。只是我们心迷了，没看见呢。啊，说穿了，你全就明白了。怎样才能看到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？你就见到了。或者是告诉你，我们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每个人，一人，一物，一花，一草，一尘，一粒沙，无一不是性德现象。啊，性德是自然的，所有现象也是自然。啊，我们今天的麻烦，这些自然说变阿赖，被阿赖耶变了，改变了。啊，自然多美呀！我们不要想别的，想抗战期间。啊，那个时候我是流亡学生，抗战爆发，我11岁。抗战结束，我19岁，流亡学生，每天逃难呢，啊，背一个小包袱，一套换洗衣服，啊，一床薄薄的被子，一个毯子，那就是全副的家当啊，一个包袱背在身上，啊，走到任何地方。人多好啊，都关心这些逃难的人，尤其是学生啊，照顾我们。走路上是走路，没有交通工具啊，山上旁边小溪的水捧来就喝，水干净的，没有染污啊。啊，哪像现在，现在全破坏了。啊，土壤被化肥、农药大量的用这些东西，土壤变质了，它有毒了。啊，这个毒渗透到水里面，水也有毒了。你这污染多严重？
啊，所以抗战期间虽然是战乱，啊，每天逃难就也像好像是旅行一样啊。啊，走到哪里，幸运找一块门板，啊，放在地上搭个铺，晚上就可以睡觉，第二天早晨恢复原状。啊，老百姓人家都很同情的。啊，这种生活，现在人无法想象。啊，可是，我们读到经中，自然中自然相啊，让我们想起那段生活，真叫自然中自然相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传媒，也没有报纸，啊，消息大概100里路以外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要半个月才会知道。但有人从那边来才传下来，要不然不知道。啊，打仗的时候，枪的声音听不到，炮声听得到。啊，听到炮声，知道那里是打仗。啊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这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本性，是自信。是真心啊，真心一了变成妄心，但是一定要晓得，妄心跟真心是一体，迷了就叫妄，觉悟了就叫真，它是一不是二啊，迷悟不同而已。啊，这叫认识根本，根本决定是有。啊，从根本上来说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是佛教承认的，我们中国老祖宗也承认，承认是本心本善，啊，这个根本就是本心，人之初。心本善的，啊，人是可以回头的，回头是岸的。过去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，怎么都想不到。啊，回头那么快、我们那个时候想象的，至少要2年到3年，看看能不能回头。啊，没有想到，3个月，人的良心就发现，不好意思做坏事了。这个力量多大！这是祖宗之德了，我们没有这个德能的。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智慧，祖宗之德。啊，让老祖宗这套东西可以在全世界宣扬。的目的，我目的在这里。让全世界人知道，中国老祖宗东西这一套现在管用，没有过时。我们做这个事情就这么一个目的。
啊，证明人心本善，证明人民是很好教的，也就是没教。你要真正教他，很好教。啊，斯里兰卡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，啊，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认真努力提升一步，变成全世界一个宗教文化的地区，宗教文化的国家。啊，你们要看看宗教能治国吗？看看那个地方，宗教治国。啊，唐太宗曾经说过，佛教可以治国。啊，他后悔，他用战争做手段，啊，结果自己堕地狱。啊，没有治，那个时候太年轻了，不知道佛教可以治国。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治国啊？为什么不用这个，而且用战争，杀那么多人啊，造那么多罪业啊？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，不做出好的榜样来，别人不相信。啊，一定要做出好榜样。啊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。啊，这个意思，在我们今天现实社会里头，纯净纯善，光色忏悔是美，是最殊胜啊，像极乐世界。如果人心有严重染污，造作极重的恶业，他也在那里忏悔转变。那这个转变就是灾难，就是殃祸，天灾人祸。啊，欲旦成七宝啊！啊，欲旦，这是佛教的术语。指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啊，佛讲我们单位世界有一个地区，这个地区的人福报很大啊，人不需要辛苦工作，衣食住都由大自然供应。人的寿命1000多岁啊，很少短命，很少有疾病，所以说福地也啊，人的福报大，所以居住的地方珍宝就很多啊，像极乐世界，这是佛国土里面的代表。整个世界是珍宝，大地是琉璃啊。佛经上说的琉璃，我们一般人讲翡翠，绿色的玉，地是绿色的啊，但是它是透明的，从上面可以看到地形。啊，树木花草，
乃至于身上穿的衣服，全是珍宝。他的珍宝很柔软，所以可以做成衣服穿。恒然成万物，这个都是术语，自然中自然相啊。经云：一旦开明，其所开明者，当人之自性也。确保于万物，佛之国土也。今天科学家也证明。物质环境是可以从心里转变的，心好，外面物质全变了。所以提出以心控物这个学说，这个在科学里是非常大的一个革命行为。他们现在承认。地球上这400年，科学走向一个误区，带来了很多麻烦，叫二分法，把宇宙现象呢分成心理、物理，这是错误的。现在知道，心跟物是一，不是二，不能分。有物质现象，必定有受想行识；有受想行识，也必定有物质现象。这是分不开的，这是最近发现的。那么念头可以控制物质，说明。念头控制我们自己身心健康。我们身体哪里生毛病？用念头可以把它治好。不要用医药，不要用医疗。美国的休兰博士，他就用这个，对，夏威夷。土著的方法，他治好的几千人，这世界知名的，也是一位大德，善心人士，今年3月21日到我这个摄影棚里面来访问。今年73岁。我问他：“你治疗的理论是根据什么？”他不是佛教徒，他这个理念、方法是祖传的，世世代代传夏威夷。他是在夏威夷学来的，他自己住在加州，住在洛杉矶那边。告诉我，他说根据的理论是把自己记忆，记忆里头你能记得的，不好的记忆清除掉。就放下，好的记忆也清除掉，恢复清净心。清净心里头一念不生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个妄念，用这个做基础治病。完全用心呢，
清净心是真心呐、啊。啊，治疗的方法，病人可以不必见面，不需要见面，他只要四个资料：第一个姓名，第二个出生年月日，第三个现在住在哪里。第四个病例，他去检查病例什么地方有没有病啊？这是他所需要的资料啊，几千里外都行，都有效啊。什么方法呢？观想，完全有念头啊。首先把这个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啊，自他不二，然后看病历，好，知道我哪些地方有病了，用自己的清净心把这个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，一天做半个小时，连续做一个月，自己的病毒细胞完后恢复正常了，那边那个人就好了，很有效啊！啊，现在成为世界名人了。哦，不是传不传？传，到处传这个，有人跟他学的，都传。啊，那你学习呢？最重要的，你要把你的心恢复清净，啊，心里面那些东西，啊，记忆的东西，都要把它清除掉，全都得放下，跟佛法讲的相同。啊，负面的思想，就念头，果报是三恶道。正面的善念，好的念头，果报是三善道。换一句话是，只要有念头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他把善不善念全部放下，真正回到清净心，才能把自己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。啊，他也有个口诀，口诀很简单，四句话，那就是他的咒语。啊，第一个对不起，第二句请原谅，第三句谢谢你，第四句我爱你，就四句话。啊，这四句话句句都是出自于清净心。才产生效果，心不清净，它不能发生效果。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啊！啊，他是20号。到香港，在香港做了一次讲演，我在国外，21号约了见面，所以我20号就回到香港，啊，第二天接待他，啊，所以这个。这都是经上说的，由自一心，二心妙土，由心转回一尘世界。啊，世界怎么形成的？详细的说明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
这部经讲过两遍，都没有讲完。啊，第二遍说的详细一点，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只讲了1/5。啊，据估计呢，这部经圆满讲完要2万个小时。很不容易啊。啊，无量寿经，古人叫它做中本华严。它的内容跟华严经完全相同，只是简略的。啊，华严是详细讲，这个地方是略说。啊，内容可以说是相同的。啊，弥陀经就更简单。啊，便于朝暮读诵，坐坐万口，太简单了。里面的道理就是华严经。啊，所以华严是大本，无量寿是中本，阿弥陀经是小本。啊，这三部经的内容相同。华严讲的十玄门，连弥陀经上都举出，连智大师苏超都说出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经里头讲，一旦开明，其所开明者呢，当人自省。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由自一心呢，这就先妙土。我们今天的心染污严重，啊，恶习气很深。所以居住在这个世界，生活过得很辛苦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那由心回转呢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要跟着念头在转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起心动念最好没有灾难这个名词。啊，他们有我没有。为什么？念什么什么就会发生。啊，境随心转嘛，老念灾难，没有灾难，灾难也念来了。那为什么是你念来？不是别的来的。啊，我每天念佛，佛来了，就不会有灾难。啊，念灾难干什么？念灾难与自信完全相违背呀。啊，佛教我们老实念佛。啊，念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。这是多好的一桩事情。啊，为什么要去念灾难？啊，人家问我灾难有没有，我都说有。啊，为什么有呢？你心里头念灾难，嘴巴念灾难，所以你就有灾难。就这个道理啊。你要问我有没有灾难，我告诉你我没有，
我心里头没有灾难，有阿弥陀佛，我口里头念阿弥陀佛，不念灾难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，要不然我们佛不是白学了。啊，是故世事无碍，圆明具德。啊，华藏世界有，极乐世界有，我们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现在也有。啊，确实没有障碍嘛。啊，华严境界在哪里？就在心前。极乐境界在哪里？也在心前。你不能欺辱。原因，你没有用真心。啊，华藏极乐。真心变现的啊，妄心显现出来就是混乱、杂乱啊，障碍重重啊。故经云：“开化显示真实之际。”这是本经告诉我们的，真实之际者呢，真如实相之本际。本际就是本体。本际就是自己的本来具足的真心。啊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就是本有。啊，故知所显现的当相即道即思而真。实在讲，华藏如是，极乐如是，我们先前也如是。啊，只是我们这个世界缺少圣贤教化，这什么原因？众生没福报，不能感应圣贤降临，原因在此地。为什么没有福报？我们没有学好。实在讲，福报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。你只要真修，它就会现前。啊，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没有福。有福报富贵人，过去生中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他今天才得这个福报啊！自性里面的福报跟佛一样，
坚信才能得受用，不坚信不行啊，得不到啊。啊，不坚信要靠修啊。啊，那么过去生中没修，啊，这一生你就应该要吃苦头。啊，理搞清楚了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为什么呢？没修嘛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啊，老师劝我修，啊，我很听话。真干啊，真干呢，晚年就享福了啊，晚年生活衣食住行一点不操心啊，啊，很多人供养啊，啊，自己受用不完呢、啊，啊，大家送给我的衣服。我可以开衣服店了，啊，帽子好像有几百顶啊，鞋子也有几百双啊，穿一百年也穿不完。啊，这是这也是修的，不是前世，前世没有。啊，所以你就晓得，啊，福报从哪的，修福就得来。啊，是自然的。啊，自然的佛报降了，自在呀、啊。心安理得了。啊，不自然的，用不正常手段得来的，虽享受，心不安的。啊，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要懂得布施，多余的都有分给别人。啊，别人缺少的、需要的，赶快送给别人。啊，送完了我没有了，不要紧，过两天就有人送来了，我很有信心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用品是毫无保留。啊，感应不可思议嘛。啊，当下即到即思而真，真的就在当下，就在面前，夜夜无非真如实相。一劫一业无非自性，是故超勤离间，圆具实学。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好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要步入这个境界，这话都说不出来。虽然是佛说的，学佛说也不容易。没有一些慧心之处，就说不出来。华严之独胜，短在实寻。啊，华严，释迦牟尼佛。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啊，这一部经大家赞叹，认为是第一经。为什么？他说的太清楚了，太明白了，不能不服啊。啊，说得这么清楚明白，说就在实寻。这个实寻是实种，叫奥秘。
宇宙的秘密，万法的秘密，我们心里头的秘密，佛都把它揭穿了，都把它讲清楚，讲明白了，听懂了，真有受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变了。啊，人生的观念、方向、目标正确了。啊，知道我从哪里来，知道我回到哪里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知道这个世间事实真相，知道宇宙的真相，也知道极乐世界的真相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干什么的？去进修的，不是去享乐。啊，不是永久住在那，阶段性。在极乐世界学习，学习毕业了就离开，离开到哪去？真正回老家了，回归常寂光，回归自信，这才叫究竟圆满呢。今本君本经一句，啊，大乘无量寿经上也具足十玄门，足证本心不异化言。啊，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没有两样。华严幕后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华严经真正的圆满就是这一招。啊，普贤菩萨劝导大家发十大愿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，华严才证到究竟圆满。啊，十大愿王就是归极乐世界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，菩萨不学普贤行，就不能成佛。所以，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，极乐世界人人都修圆满的普贤誓愿。啊，那我们在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就开始学习，好事啊！跟极乐世界修行人相应的，这都要真干，不是每天念念回想一下没用处。啊，第一愿，离尽诸佛。心量打开，诸佛在哪里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。诸佛是讲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。
特别重视的是未来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华严经上说的。那现在他没成佛，现在烦恼习气他没放下，他放下就是啊，所以我们对一个众生不恭敬，这一点没做到。啊，蚊虫蚂蚁是众生，他是不是佛？他是佛，一点都没错。我们看到蚊虫蚂蚁要合掌，蚂蚁菩萨、蚊虫菩萨。啊，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，希望他能够配合，不要干扰。他很听话了，绝不能看到把他打死，这不可以的。啊，用真诚心跟他沟通。啊，房子里面，特别是旧房子。啊，蟑螂，啊，还有老鼠，啊，时间久的房子里头就不免有这些小动物，啊，我们要互相在一起，互相照顾，啊，不要互相干扰。我们不杀害他，他会跟我们合作。啊，这十几年当中，不但跟动物，跟植物，我们种菜，菜园里面，啊，跟小鸟、小虫都沟通。我们的菜园画一个小区供养他们，他们专门到那儿吃，其他留给我们，我们有界限的，都能遵守约定。啊，人不讲信用，小虫讲信用，啊，这都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照顾他，他们也帮助我们。啊，礼敬祝福，连这些小畜生都礼敬，天地鬼神都礼敬，哪有对人不敬的道理？啊，这个人回报我，侮辱我。障碍我，陷害我，我对他还是礼敬。啊，为什么他在迷呀？他没觉悟啊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看到他啊，对我这样子，啊，我要对他报复什么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那是以迷对迷啊，以物对迷，不是这个说法，不是这种做法啊。物了什么呢？万法皆空啊。他所作所为对我是个误会，误会何必追究呢？误必何必去责备呢？没死啊，他什么时候觉悟了就回头了啊。他没有觉悟，当然他不会回头啊。所以觉悟的人永远是快乐啊，永远存着报恩的念头，
啊，回谤的人对我有恩，陷害的人对我有恩，有什么恩呢？消业障啊，过去生生世世造的业，现在学佛没学佛之前造的业，怎么消啊？这些逆境就是消业。啊，所以你懂得多欢喜啊！啊，对人只有报恩的心，没有报怨的念头。啊，他对我误会，我看到他回避一下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他不喜欢我，我躲避他，他就欢喜了。不要让他因我而生烦恼，这很重要啊！啊，称赞如来，他有好的事情，我们称赞他；他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不但口里不能说，心里都不能有。只见人善，不见人恶。啊，善与性德相应，不善与性德相违。啊，我们不要受不善的干扰。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一切不善是错误，是从迷惑里面生的。他如果觉悟了，他就不会了。觉悟的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他怎么会做卧室？迷了才会做。这个要原谅他，要同情他。啊，要帮助他，啊，染污的念头，不善的行为，他有报啊！啊，六道里的三善道、三恶道，他有报啊！啊，我们自己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，所以。善恶两边都不沾染，我们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走佛菩萨的道路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要真正觉悟了啊，十愿里面第三愿。广修供养啊，一般人讲布施，供养也是布施，是用尊重心、恭敬心、真诚心，那叫供养。我们对一切众生，把众生看作佛菩萨一样，我们对他是供养，不是布施。普贤菩萨带头啊，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普贤菩萨对畜生、对花草树木都供养，我们就不敢说不是啊。啊，第四个，忏悔业障，天天忏悔，天天改过。啊，每天读经，经典里面佛教给我们做到。啊，做到，比你还得继续做；没有做到的，赶紧要把它做到。这叫真正学佛。
啊，愿愿都不可思议，愿愿都在提醒我们啊，所以要认真学习，其如境界，法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呐，身心健康，啊，事事如意，啊，我们什么事情，每天都见。念佛，跟大家在一起分享，其他的没事了。啊，那么我这一生当中，最近这个十几年，特殊的缘分。啊，这是没想到的，这个缘分是澳洲造成的。啊，到澳洲代表大学，啊，参加联合国的活动，我们的活动圈子看到放大了，这不是我找的，他来找我的。啊，找到了，我们尽自己所知所能的，给他提出建议贡献。我们只是说说，我们只会念佛。啊，汤池是被逼不得已而做的，我们怎么会干这种事情？啊，但这是好事。目的呢，是告诉全世界，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这个时代管用，就这么一句话而已。大家都晓得了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啊，真正讲到佛教这个教育，可以把人民教好，可以把国家带上轨道。现在有人在做了。斯里兰卡才做了，你去看看就行了。啊，我们看到心里欢喜，啊，一心念佛，先到极乐世界，本事学成了，再回来普度众生。啊，没有成就之前，不干这个事情，干这个事情太累了，太辛苦了，干不好。啊，必须把本事学成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